准耶。中华，这次的冠军非你莫属了。我可没那么有信心。各单位神枪手多的是。啊、今天比赛我们就拿了前三名了。阿弥陀佛。真的吗？对。这些都是你去年的手下败将，你还怕他们呢？人有失神，马有乱蹄，谁敢保证永远都在巅峰呢？也对，那就好好练练吧。队长可是很看重这个成绩哦。哎，有状况，快点！徐建林，徐建林，放回来！赶快把小孩给放回来！把小孩给交出来！别把小孩给我！我们就可以出去玩啊。等我得了冠军以后再说吧。我先去冲个澡，再回来吃饭啊。国辉，哎，怎么那么早就来了？你下班了？那就辛苦了。哎，队部有没有什么事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回家了。OK， 小心点啊。
杨总，杨总，卡洛斯的被害者已经死亡了。凶手查出来没有？凶手已经查出来了，叫做徐志明，有过伤害的前科，但是都是和解了事。和解？这个家伙是什么来路？徐志明的老爸是正邦企业的徐成修。徐成修，有钱又有势，难怪被害人都是和解了事的。组长，这次啊，我看没那么容易。当时有那么多的目击证人，加上被害人又死，我看了，他们再怎么和解也和解不了。七八，你跟王辉啊，到现场做周全点的搜证，然后把案子啊立刻送到地检署。是是。杨组长，医生快出来了。大夫啊，情况怎么样？外伤的地方不怎么严重。我们已经为他做了缝合手术了，唯一担心的是怕他有脑震荡或是其他的淤血内伤。大夫，难道检查不出来吗？初步的检查是没有问题，不过脑部的伤害是一大学问，我们还要检查一段时间才能知道。谢谢。林小姐，中黄就劳驾了，咱们回去吧。这两件案子合并办理不容易。请进。报告队长，有个姓王的民意代表来找你，八成是来替徐志明关说的。就刚才说我不在。是。哎，队长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，队长，好久不见了。这才是啊。我呀是受人之托，托人之事。哎，听说你们昨儿抓了一个叫徐志明的。哎，不错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小孩子不懂事。哎，麻烦你了。哎，我能不能保他出去？对不起啊，人我们已经移送地检处，有什么话你找检察官说吧。你大概就是陈英龙陈组长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来这儿之前已经去过地检处了，他们说人还在你们这儿。哦，那大概是送人的车抛锚了，要不然就是路上塞车。陈组长，你少跟我打太极拳。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要把人带走。王代表，这里不是议会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大吼大叫。好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我去见你们局长，看他敢不敢不露面。哼，王代表，我劝你不用去了，因为昨天我们开会，局长才交代过，任何人都不得以私情来干涉刑案的侦查。你去了，恐怕也只是碰个软钉子。哎，林队长。这就是你训练部下对人的态度。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呀、啊。很好，算你们狠。不过在今年的警察预算汇报上，你们就会知道真厉害。王代表，如果你能够替我们争取加薪，我们当然是感激不尽。否则，就我们现在的薪水，也够我们养家活口的。哼！难道还能减薪不成？组长，就是有这种人才会造成徐家父子做党，弄得无法无天。组长，刚刚那两句话讲的真是大快人心啊。好了，干活去吧。老板娘，麻烦你一下把那天当时情形讲清楚。好像是死者先找徐先生麻烦，而且还是死者先向徐先生动手。你可要实话实说。说的是实话。这位小姐，那天当时你，我那天我没有来上班。对，他那天没来上班。那位小姐，老板，那天我告诉你哦，如果我们查出来事情跟你所说的不一样的话，你可是犯了伪证罪哦。我说的全是真的，不相信给我这位小姐。小姐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事情就是跟我们老板所说的一样。哦。洪辉，洪辉啊，怎么样？他们说是死者心找麻烦。哦。哼。我看有人比我们先来过，先回队伍再说。哎，不可能的，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。死者的身份我们都已经查清楚，人家是规规矩矩的上班族，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，他怎么会去招惹徐志明这种货色？组长，我看这些人啊，一定是被雇来做伪证。嗯，不错，挑衅杀人跟过失杀人呢、啊，这中间的刑责就差多了。徐志明他老爹一定想运用自己的才势啊，把他弄到最轻的刑责。是的，这一次就算他弄成自卫杀人，也难逃妨碍公务罪。等中房伤好了以后，叫他先以妨碍公务罪起诉。我想徐志。
志明他老爹搞不好也会去游说周华。七八，你到医院去，万一他真敢行贿，当场抓人。是。我叫吴忠敏，是徐承修先生的秘书，徐先生特别叫我来拜访您。是不是徐志明的父亲？哎，是的。他要你来干什么？哦，徐先生对他儿子所做的一切非常的抱歉，要我请最好的医生尽全力医好王警官的伤，这个医药费呢我们全部负责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有公保。王警官，徐先生今天特地托我带了一张现金100万的支票，当作是对你的歉意跟慰问。吴秘书，你回去告诉姓徐的，如果他真的有歉意的话，叫他好好的管教他儿子。哦，我会的，只要王警官你肯给徐先这个机会，我相信他一定会严加管教他孩子的。那么这张支票请您收下吧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收买你啊，他们已经买通了现场的证人，只要你不告他贪官污吏，那法官很可能是因为作为过当而带他换身。姓吴的，回去告诉他，当时的情形我看得很清楚，他绝对不可能是自卫杀人，而且我也不可能不告他。那么王警官，这张支票你最好拿回去，要不然我跟我同事就可以证明你行贿。可以走了。怎么样，沈老板，这伤势都没问题了？今天怎么有空来？中华，你看他们会不会找我们麻烦？哼，让他来啊，他不来啊我还怕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。七爸，队长怎么样？哦，大伙都很关心你。怎么样？被拒绝了。每个人一开始都是这个样子，下一步该怎么怎么做？董事长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好，你公司。好。喂，这一队你弄好。来检查看看。是，是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会交代下去。好好。叶某，哎，检察官刚才打电话来，根据我们移送徐志明的笔录，检方认为起诉证据不足，他不准备起诉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回再让他走的话，那他不更嚣张了？可是检察官要的是证据，我们拿不出证据来，那也没办法。七爸，你先到医院去看看中华吧，他能不能出院，让他先提出伤害跟妨碍公务的告诉，我们好查这件案子。是。医生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？你既然坚持要出院，我们也不愿意强留你，但是你手上的淤血还没有消肿，而且头上的观察期也还不到时间，我认为你还是住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比较好。医生，我当然希望能待在这里休养，可是有件案子非得我去处理不可，我哪有心情待在这里呢？那你是决定非出院不可咯？拜托拜托，医生，请你开张出院证明给我吧。你既然那么坚持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是千万不要参加行动的任务，以免影响到伤势的恶化。医生，这一点你放心，我会向我们组长报告的。好吧，那我就要出院证明了。谢谢，谢谢啊。中华，恭喜你啊。人呢？检察官已经不准交保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姓王的警官他已经提出了伤害跟妨碍公务的告诉了。哼，我发觉你最近办事能力是越来越差了，一个小小的刑警你都搞不定，将来有什么大事了，我敢交给你办吗？董事长，我这件事情我会摆平的。那是最好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志明回不来的话，你也别干了。谢你啊，李明，你们看一下作品中这里的。启发，中华，你们看一下。各位，你们手边照片上的这个人呐、他就是排名第12的枪击要犯林家斌。根据线报，他最近呢都在内湖一带出没，而动机不明。林家斌跟中山区的几家银楼抢案可能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
我希望诸位能够配合当地基层警力，全力搜捕出此人来。现在开始登出。哦，杨豪，我想你帮我问。哎，钟豪，哥，你不用去。为什么？哦，启邦跟我说过了，你目前的伤势啊，最好还是担任支援的。朱长，我。哎，俗话说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。等伤势好了以后，会没有任务啊。朱长，我现在身体状况很好啊。我知道很好，我希望更好。今年呢、啊，本队的射击比赛还指望你呢，啊。我是想让手早点好，最近几天坐办公室坐的全身都不对劲。我看啊，我是不是都几天了？是啊，知道了。志宇，你懂什么？要坐办公室，当初我和平考警官学校，随便找个公司待着，混日子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我的大警官，不要操之过急，防御是真的哦。放心，你看我肌肉。Mr. Rainbow。好了，我去做饭啦。诗云，马总在里面等你。哦。诗云，这是正方切的吴宗敏吴秘书。他准备将侦帮企业的文宣设计工作交给你负责。老总，恐怕我不能担任这份工作。哎，林小姐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们对你的设计已经做过评估，相信你绝对有把握把这个文宣设计做得很好。同时，我们公司也决定，若是有突破业绩的话，将加发净利5%作为奖金跟鼓励，怎么样？哎，诗云呐，这么优厚的条件，应该跟吴先生好好的商量一下。组长，已经发现林家兵的下落，在哪里？在内部一所废墟里。所有人带上我跟我走。哎，钟豪，你不用去了。组长，我哎，别让我下命令啊！哎，杨豪，你们赶紧走。好。钟豪。
连家便跑了，不过抓了他几个同伙。吴伟，吴伟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制高点的人把握机会了，让他跑掉。让我去，他就跑不了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嘀嘀咕咕，跟老太婆一样。周华，你去问一下口供，看看林家兵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的。周华，周华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周华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那个许承秀的秘书，他今天来找我耶。许承秀，等等，许承秀，许承秀，干嘛？董事长，哦，没关系，他们在。王警官，大驾光临，请坐。少给我来这套！许承秀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再去骚扰我女朋友，别管对你不客气。哎，年轻人干嘛那么大火呢？我们可以交个朋友。像你们这种人渣，我告我看不上。哦，你话可不要说的太多，交我这个朋友对你只有好处。哼，可惜我这种人呢，就是不懂得要什么好处。但是侵犯我的人，我一定会让他难看的。如果不信，你可以试试来。还有你，我最恨的就是为虎作伥的狗腿子。你要是敢再去骚扰我女朋友的话，我就……哎，王警官，你这是在威胁是吧？当心我告你！去告啊！如果我有罪，你也跑不了。你都别！王警官，看样子咱们这朋友是交不成了。许承秀，下辈子吧。医师，麻烦你开张证明给我们队长，否则我还是待在办公室里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谢谢队长。诸位，根据医师的证明啊，周华他已经康复了。从现在开始啊，队里的每一个任务他都可以参加了。恭喜康复，终于不必坐办公室了。还好不必再坐下去，要不然你就少年得志了。好，燕玲啊，晚上准备一下，帮周皇庆祝庆祝。嗯，组长不用庆祝了，先分个任务给我吧。这几天坐办公室，我都觉得快生锈了。你好了吗？才休息两天就生锈，你当自己是机械战警啊？我有工作狂嘛。既然你有工作狂，就赶快去征询林嘉宾那几个手下，找出他的下落以后呢，你就有事情做了。是。医生，哦，你这有内出血，可能压到你手部的神经，所以才有麻痹的现象。那怎么办？我想先用药物治疗，如果没有进展的话，我们再请外科帮忙动手术。哦，王先生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，医生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这种脑部内出血的状况，谁也没有办法预料它的变化性。我想目前先用药物治疗，如果再继续的恶化下去，我想你这整只手会失去瘫痪。医生，会这么严重吗？会，这是中风的一种情况。如果王先生的职业和大众安全有关的话，我想最好能休息一阵子。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公务员。哦，那还好，请到外面领药吧。谢谢。王周华，你掉。
才是家，什么样的人最让我牵挂。在我心中的蓝蓝天空下，什么样的爱给我依赖。我用我的手找寻我的未来，我用我的手找寻我的爱。哦哦，什么样的天空才是家，爱在哪里觅它才见家，繁衍的希望黎明的太阳，永远不会是我燃烧的心。神木路神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你约我到这儿来干嘛？我会有件事我想问你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娘娘腔？你有话就直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身手不像现在这么利落，你会怎么样？那还用说，一定是文职嘛，像处理什么文书啊、行政工作、啊。你会去做吗？做。啊，你突然问那么多干嘛？你别管那么多，我想知道那天你会怎么样。那得看情况了，到时候有家要养，那也是要做文超工了。如果现在你就要调文职呢？我看不下去。周华，你突然问那么多怪问题干嘛？我没什么。周华，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没什么，你不要乱猜，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。那种审犯人的眼光看我行不行？走吧，咱们喝两杯去。周华，无缘不喝酒。喝酒还要原因吗？痛快就行了。走吧走吧，别让我说你像个娘们一样。走，走走走。小心点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还没醉呢。要不要我送你上去？不用了不用了。早点休息，明天对不见。哎，吴辉。哎，没事。谢啊。不客气。哎。
方走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慧子，朱凤莲，出来。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没事。把粥热了，吃。组长，组长，根据林家平属下的证词啊，果然在设置发现了林家平的。啊，杨总，偏老了。喂，哎，替我接侦缉队队长林光华。哎，我陈玉龙。总啊，你还在等什么东西？走啊！哦。在制高点，为什么一枪都没有开？说，说！我先告诉你，这把枪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的故障。你告诉我，你没有尽到掩护的责任，理由是什么？你站在制高点上面不开枪，害得喜方受伤，你知道吗？组长，喜方受伤，我比你们任何人都难过。请你们相信我，我宁愿受伤的是我自己，也不愿意是喜方。现在我们不想听到这些。我只想知道你没有掩护启芳的真正原因。王总，你要是再不说清楚，你马上就受到自治的处分，你懂吗？组长，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。好，你最喜欢爸爸看上面不说。看中华最近到底是怎么？谁知道？好像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。会不会跟上次受伤有关系？怎么说？我想，大概是因为上次受伤，而让他对出勤务产生了恐惧感。他这个怎么会？要参加行动勤务，还是他自己提出申请的？当时你看他那副迫不及待的样子，那他今天是怎么了呢？杨桃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咱们都得把它找出来。每个组员就像一部机器上面的螺丝一样，任何一颗螺丝松了，对我们全体都会受到伤害。请进。中华，是你啊，喜八。哎，
人来就好，干嘛还带东西呢？应该的嘛，都是因为我才害你受伤的。哎，都是自己人，何必呢？好一点的没有？哦，我是九命怪猫啊，这点伤对我来说小 case。宗华，啊，我和大伙一样，都想知道那天你为什么没有开枪啊？我，哦，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就算我没问好了。我。宗华，我不是怪你，大家都亲如兄弟一样，我不希望因为你而再出什么问题啊。七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宗华，我这两天躺在这里仔细地想了一下，这次行动你出了差错，你敢说你没有问题？七哥，你知道了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需要朋友来解决你心理上的问题。走吧，有什么困难说出来，我想大伙都愿意帮你忙的。不，你们帮不了我的，我的事只有我自己知道该怎么来解决。如果你想帮我，就请你不要把今天我来看你的事告诉任何人。酸疼，还是没有感觉。这种伤啊，不要急，那多打几次就好了啊。胡总看看，医师，这样治能治得好吗？像这种中风啊，谁也没把握，我尽力就是了。谢谢。别忘了几个，我再来啊！哦。
我姓王的不是那么容易被欺负的。中华，你比我更清楚现在的黑枪有多流行啊。你放心，他们不敢那么嚣张。要是他们敢呢？哼，那我就更可以证明他们犯罪了。你真是死脑筋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叫我怎么办嘛？你们警察学校没教过你吗？什么叫做礼貌？对你们这种人没有礼貌，只有这个。哼！你这只手还能用吗？我说过了，只要跟我作对是不会有好处的。不过现在你假如明白了，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成为朋友。你别做梦了，我绝对不会忏悔对你儿子的控诉。那太可惜了。我这个人做生意一向是要连本带利一块的收回来，你这贸然决定恐怕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好，那我就先付你头款。你不可以打人的，你不可以打人的，不可以打人的。好，周华，你在那干什么？组长，他快来暗送我。杨组长，就凭你主任这句话，我要控制控制他的诽谤。你想告他是不是？我没有办法阻止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会帮他，我会帮你。哼，徐先生，要是没有事情的话，我们要走。走。董事长，一切真如您所料，我真是佩服啊。这点小事我算不到的哈，这么大的企业我怎么做得下来啊？是是是。喂，哦，你等一下，董事长，有位叫林嘉宾的先找你。王总啊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工作上面出错误，你现在就来扰民，你叫我们的脸往哪里放啊？组长，是他威胁我替他儿子做伪证的。我相信，可是证据呢？你要我告诉你多少遍，没有证据的事情，你不要自找麻烦。尤其像他这种人，身旁都是法律顾问，你更要有证据才能去碰他。跟我回队部去，队长还等着你写报告。徐老哥有事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有个人，我想请老弟帮我压他一段日子。哦，总兵。哎，董事长。欢迎冯启刚队队。
必有后福啊！来，把蛋糕切了，让我们大伙沾一块。来，我帮你。快来帮忙。哎，我要最大块的啊！就你最爱吃的。那块块拿过来。启鹏，组长，给你。不用了。啊。中华，这边给你。组长，这还有一块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关姐。偏偏，不要动。中华，自己煎的。他会延误用枪的时机，这不但会造成本身生命的危险，同时也会连累到同伴的安全。队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决定暂时调他，转任行政文书工作。队长，我们干外勤行动的，一旦调任文书工作，在心理上都很难适应的。周黄他目前正在吃药治疗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缓一缓，再发布这道命令？英，我知道你非常器重王正煌，在为他说起，可是你要为我想一想，每一个组员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。我不能拿他的生命来做赌注啊！队长，不管怎么说，中皇他也立了不少功劳。如果你现在就把他调走，这对他来说……我也不想把他调走，可是人事制度摆在这里，我不能不这么做。能不能先让他留下来担任支援的勤务，让我们观察一段时间，再决定他的去留？队长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好，我就暂时压下这个宫门。不过你们俩要给我好好看着，不能再出任何的差错，否则的话就没你们事问。是。中华，暂时你支援平民的勤务，把枪交上。组长，我吃了药以后已经好了。中华，我不是医师，不能证明你好了没有。在没有医生证明之前，你绝不能用枪。给我。
什么？绑架案？知不知道被绑架人叫什么名字？林诗云。好，好，我马上派人过去，谢谢。组长，我知道了。组长，被绑架的人是我女朋友，这件案子让我参加好不好？这件案子我会负责，你还是留下来。组长，组长，那我不带枪去总可以了吧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让你去。我会走。检察官啊，王中华，好，谢谢。中华，检察官来电话，要你去开侦查庭。把女朋友林诗云怎么样了？哎，老弟，没证据的话，你乱说。放手，放手！你带人来了，把女朋友林诗云还给我。原来你也会为你的亲人担心啊，王警官。大家都有亲人需要帮忙，待会检察官面前，就请你美言两句了。走。王警官，检察官还在等着你呢。哼！组长，组长，这么晚你还没回去？我其实想知道诗云的下落。还没有消息。难道不知道是谁动的手？组长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根据林诗云同事的指认，可能是林嘉宾动手。组长，我求你让我参加这件案子吧。中华，我也很想帮助你，可是这是队长的命令，你是知道的。那诗云他……你放心，你应该了解，我们对这件案子应该会比对其他任何一件案子更卖力。消息我会立刻通知徐先生就会更高兴。就算照你们的意思说，检察官也会相信你们的。这里不必担心，剩下的事情我们的律师自然会去办。王警官，你们两家人能不能跟亲人见面，就全看你们表现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你不但撤回，对徐志明的伤害告诉，在侦查庭上居然还会帮他说话。现在好了，连检察官都不敢带你办法，你到底想什么？王总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林诗云才这么做的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的后果会是什么吗？连警察人员都会向恶势力屈服，叫他们去怎么样去相信法律呢？王总，你那么做还可以当个警务人员吗？我是不配当警务人员。请准许我
现在辞职。尽快救出他。文辉，替我谢谢大家。为什么你不自去呢？队长叫我把这个送还给你，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。另外，这是队长认识的一个中医师，或许对你有点帮助。你回去告诉大家，我会好好的珍惜这份感情。如果我的手能好，我一定回去。那我先回去了。王警官，不能去扎，只有靠你自己的毅力了。如果你一直认为不行的话，就算华佗在世也治不好你了。王警官，你们队部的人那么关心你，都希望你早点复原，你应该更有信心才对哦。医生，你怎么知道他们关心我？我不知道接了多少通关怀你伤势复原的电话。
放屁！你还能干什么？你想气死我？你们两个涉嫌掳人勒索，你被捕了。走，走，干什么？走，走啊！我找你去。走。王总啊，好好找回你失落的准心。今年射击比赛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谢谢组长。只会转一圈，重考理想。